礼拜就是要很努力的赏花，要去。那我今天要去看樱花，我们先来看看我一个礼拜看三天的樱花树，它已经开始掉了，超美的吧？它在掉了，超漂亮的，因为起风了，就是超美的，有一个小落叶，加钻叶，我差吧，现在也自己，据说下周。就要下雨了，所以樱花就要美了。今天是礼拜五，五六日，对，我们会去看三天的樱花。平日就是可以去一些没有人的咖啡厅，比较没有人啊，因为赏樱花的话还是都是很多人。这次是今天、明天、后天，总共三天，我们就一起去赏樱花，但是收了看樱花这样。没错，不太开心了，非常喜欢这个行程。其实樱花通常会开满两周，可是这次的樱花有可能只会开满一周，所以就要趁还有樱花的时候赶快看。其实樱花可以看的地方有很多，包括什么如意岛、首尔林，还有韩国路上，你很常走一走，你就会看到有几棵樱花树这样，但它不会是一大片。我现在要去坐车了。本来想说这个月要乖乖的，我在外面喝咖啡，可是我实在是太饿了，真的。现在是要去看樱花的路上，这货柜，这里应该是有周末市集嘛？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是哪里，这里就很漂亮了，等一下会多漂亮的，不敢想象。到底在哪里啊？但是真的很漂亮，这是樱花还是玉兰花？其实我也分不太清。其实你看，都已经在谢了，风的话花就会掉，除非。礼拜三是下小雨，不然这个礼拜没了之后就很少这样子，照到太阳之后更没了。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来抽水的人，应该都会迷路，因为很难找，完全找不到。A few moments later， 我们现在在首尔，我刚刚在首尔里迷路了一下，看到这么一大片的樱花，怎么样？漂亮吗？人有点多。我也觉得，就星期五，那人超爆多的。我觉得今年谢的比较快，就可能都已经就是有点绿色的花，绿色的草都已经叶子，叶子们都长出来了。那才三月，以前四还可以开到四月，去年它四月才开，还是蛮美的吧？耶，太棒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超好吃。没错，我们现在要去尝试。我们现在来看晚上的冲猴池，人超级多。我们来赏夜间樱花了。这里就是一个湖，我们在湖就是绕着湖这样子走。这里也很漂亮，赏夜间樱花，所以就是要在有光的地方这样子看才会很漂亮。棉花糖，这么多人，你看别人买棉花糖超可爱的，哇耶！粉红色棉花糖，我觉得它卷得很圆很可爱，因为棉花糖都卷得很长。这一支要5000块，好贵，120块棉花糖，我的有点长得有点歪歪的，有点没有很正。棉花糖超可爱。민규씨뭐하세요 나는이거뭐무슨좀이상하게생겨서좀다시만들려고 에헤 예뻐졌나응예뻐졌어아마아까보다 아다행이다어때요오나는오수지가더좋고我们的长得有点丑
什么优点？他长出牙来。哈哈哈哈哈哈！抓什么？你送的咯，推到左，推到左，一个，이렇게，아니야，아는이렇게좀이렇이렇게아이거만안돼안돼안돼어떻게사람이안돼마지막에아이거만드는사람이어떻게때문이야이거고마워먹을만하네먹을만해어떻게손자했어이거유튜브에나오는거야어접출한출연하고싶으면얘기많이해봐얘기어어떤얘기태만사람이보는거야이거응어아니야아니하오워자오아이리맛있어맛있어맛있기는하지만응응먹기힘들어여기도예뻐아여기여기여기되게예쁜데여기여기여기아여기여기이렇게사람이대박이야빨리먹어야되는데이거아니면그냥버려边赏花边吃棉花糖，手都是糖。我们棉花糖可以吃成这样是蛮厉害。你们想别的东西？啊，冬天。다발도해맛집이구나레몬레드같이하자하고있는거야다들맛있겠다아맞아이따다키마이따다키마오같이가네맛있겠다오오 Thank you这样吃的吗？确定是这样吃的吗？吃成这样？嗯，红烧白肉牛肉，有点辣，但是好好吃。那个肉好入味，它那个皮超脆的。来吃吃看水牛城的烤鸡，有一点蜂蜜，然后跟蒜头，但是没有什么蒜头味。嗯，好吃不？我们讲。来吃下一个口味，来吃吃看。他们说我应该会喜欢吃这个，有点甜甜的起司那种味道，会有点面包感。观众好恶心。这里有玉米，它是一片的那种玉米，好很甜。但是因为它是吃了很多你会很腻的那种，所以吃一块的话刚刚好。这种玉米起司就可以搭着它的那个饼饼吃，这样。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吃就不会很甜的，就甜的。我们已经吃到全部的人都离开了。